一周岁小宝上托班日常，拉粑粑了，一天拉好几次啊！呀，壁咚呀！啊，哎呀，哎呀！嘎叽嘎叽嘎叽，学去了？啊，光腚上学去儿子？快过来来！哎哎，看那家，赶紧回来！嘿嘿嘿嘿，哎呀，快穿衣服起来！干啥干啥要爬、上学去了，看那小孩都爬，他也跟着爬。鞋呢？穿鞋，儿子，穿鞋，走了，走了啊，走了。不是，脸上抹呢。哎呀！没得事，俺那个当哟。你大肚背儿，大肚背儿子。哆哩哆哩，给他，哎呀，给他往屁股上擦点那个粉儿。快哭着，还是一哭，先蹦吧唧，拜拜，走一遍。对，蹦吧唧，可以了。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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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对啊，他脚丫可大呢，人家老二都穿了好久，让他穿小。哎，他盘凳有点那个脚背有点高。啊，干的，那着急走。那着急走，一看我走了，该要走。哎呀！走，走，快走，上学，老师要戴帽子，今天，走吧，走，干啥？怕我走了？不走，我妈干啥？我妈干啥？妈不走。今天有点冷，阴天呢。哎呀，这帅呀，走，不愿意戴，不带你走。去瑶之前在喝果汁，哎呀，你这一天。该吃吃了，该喝喝了，是吧？然后去玩，真没吃的。哎呀，加走，快到学校了，快点，自己要下来就走了。准备了吗？来，快点，OK。书包呢？可棒。哎呀，啊，要走了，儿子。这大书包子。他的那个老师还没来，然后他就不想进去。喂，안들어가요？啊，이준이찬선생님안왔어？아，저니모임반이어가지고。啊，对，이모님이얘기했었어요。啊，对，拜拜。지금拜拜。양기반선생님나왔는데안오네啊，他昨天不露露干啥？他的老师来了，他才进去。哎呦，拜拜，长大，哦一个拜拜还能。啊，乖，也不哭的。我的，你说你。票数都不了呀？安弄到你那边。啊，都我来了，然后每天的话都是阿姨送来。啊。